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24集的节目。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做 Kingdom 系列第二波推出的玩具 Voyage Class 的魔龙勇士。首先呢，它的盒绘非常非常漂亮，超级的好看。这个凶恶的这个表情呢，哎，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电影系的这个前两集的这个 Megatron 的一个感觉，非常凶恶啊。然后这个应该是所谓的一个迅猛龙的一个形态，画的也是非常的狰狞。然后呢，在背后的话呢，有一个简单的玩具的展示，以及呢，这一次的话呢，里头一样会附带一个抽的一个卡片。那这一次的话呢，我是抽到了一个这个方舟啊，这个，然后它一样从这个地方一样可以撕开，我们呢可以看到里面啊，但是里面的话就是一个应该快要坠机的一个方舟的一个感觉啊，非常不吉利啊，还是暂时的把它拿到一旁去吧。那我们把重点呢放到这一款非常精彩的一个 Voyage Class 的魔龙勇士，非常的棒。首先呢，我初拿到了，把它从盒子里头拿出来呢，强烈的感觉到了它身上的关节呢非常的紧实，但是呢变过几次之后的话呢，就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所以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初拿到的时候呢，就先别急着上细油啊，可以稍微等一下。唯一呢还偏紧的呢是我这条腿的这个地方，这个外摆内收啊还是非常的紧，其他的话呢已经非常符合人体工学般的被我弄松了。那他身上的话呢，有佩戴了一个非常标志的魔龙的武器。首先是一把这个紫色的这个，其实BW 的话呢，其实我没有看啊，这个他有没有拿出这个武器，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之前做过 MP 的玩具，那这个的话呢，并不是电镀部件，而是一个应该是紫色的一个塑胶件，或者上面还有上一层漆还是怎么样，因为它整根呢都是同样一个颜色。那这个紫还挺漂亮的啊，而且呢你们各位现在镜头里头看到的紫色应该就是实际上紫色，也就是说它这个紫色呢是我的镜头捕捉是比较精确的啊。有一种紫色它会有点粉亮粉亮啊，那每个人的镜头里头拍的都不一样，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大伙都一样的。另外就是这个一个包覆这个尾巴的部分，那它当然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之后的话中间有个孔洞，自然的话呢就是可以安插我们的这个武器。那这个武器呢一样是从这个中间这个孔洞给安插下去的。那它的话呢是有一个防呆的一个装置，是有一个对的一个缺口。那这个时候手掌呢要把它给完全给打开啊，才可以实现一个转动的一个效果。那这个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一个非常招牌的武器了啊。那么武器的部分呢就暂时的把它给取下来。那平常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的将它给变成尾巴的话就收起来。但是呢我要跟各位说一下，因为它的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在这里，凸这个凸呢会扣进这个洞里头，所以呢它平常尾巴呢一旦扣起来之后呢，你要从这掰开呢其实是有一点紧的啊，并不是那么样容易去掰开，你可能要稍微去推一下啊，让这个尾巴呢有一点变形比较好抠出来啊，这就跟各位讲解一下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款的一个玩具的本体分享。首先的话呢，大家可能关注一下啊，它是一个 V 级的玩具，这个髋关节先把它给打开啊，让它站稳一点。它跟第一波一样是 V 级的金刚王相比，个头高了不少。那我们把它呢跟它的一个算也算死对头了吧，这个恐龙王，这名字还真是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啊。这个大小尺寸的话呢应该还蛮还原 BW 吧，至少我也看过前几集，对不对？这个身高应该是差不多，是没有问题的。那以玩具的分量来讲的话呢，这一款我个人觉得两款拿在手上怎么感觉好像它稍微两款可能差不多重了啊，但是它因为个头比较高，所以拿起来好像稍微轻一点，或者是它真的是比较轻一点点。它呢让我最满意的呢就是这个头雕了啊，这个头这个面雕啊，这个简直是好看到极点。然后这个蓝色看上去非常的舒服啊，非常好。血红色的眼睛呢，你看在不同的一个打光的情况下呢呈现出来的一个表情啊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头雕的话，我真的是满分是100的话，我就只能少少的给你100分了啊，这没有办法再给更多了。然后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可动度非常的好。手臂的话呢，这一种塑胶的话呢也是感觉是比较有质感的一种塑胶。那手臂的话呢可以平举，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腕的话呢弯到约90度。然后手指的话呢上面三指是共用一个关节，但是它上面的三指的话呢是做出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啊，并不是三个不是平行的，而是有一个斜斜的一个角度的。然后下方的两指的话共用一个关节，手腕也是可以转动的。这个在变形成龙的时候呢是一个龙的后肢，
所以它的可动度的话呢就非常的好了，腰身也可以动。裆部这个地方啊，这个古铜色我觉得是有点诚意啊，看上去还蛮有质感的。其实这一款除了龙皮之外的部分其实都自带那么一点消光，包括这一代的这个古铜色跟这个塑胶的这个颜色其实也是不同的。腿部的话呢也是感觉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配色啊，很棒啊。这个腿的话呢变形的需要是会打开的啊，然后也算是有一个不错的遮挡了。那头胶的话呢是著名的一个官方的防伪，当然也是不能少的啊。为了方便大家变形呢不要变错边，所以他把头胶处呢做在了人物的内侧啊，这个也是方便大家不要变形错误，官方的用心良苦，各位还不跪下来谢主隆恩吗？然后脚的话呢前后动啊，后面的话呢这个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的帮助，你只要往下面压一些些啊，把它往下面啊压下来一点点的话呢，它的一个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会更加的好。然后还有一个接地啊，在这个地方有个关节可以推过来。但是这一款的玩具啊你可以看到 啊非常多的做工的不精细啊，这个水口的部分啊也是比较多的，各位可以看到啊，就是反正孩之宝的玩具吧，就大家知道就。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魔龙勇士的变形过程，可以说是设计的非常精妙的一款玩具。那说明书的讲解的话呢是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啊。我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开，两侧这个地方有卡扣给解开，这个部件呢先把它给松脱开来啊。然后的话呢我们手臂的部分呢、其实你不需要特别照说明书讲那么多，你只要记得把它的手给往上转，转到这个方向啊，重点是这里转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其他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你变成龙形之后你就自己知道该怎么转了。再来把手臂呢从里头给挑出来，那这个地方挑出来你跟先顺便各位讲一下，你在人变龙的时候这里是有个结合卡扣要记得扣进去的啊，是这个样子塞进去。OK， 这个地方请你记得一下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变成龙就直接翻出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把手臂的话呢往上翻，你会发现呢往上翻之后的话呢它会使出一个八神庵的这个八智女的一个招牌动作啊，其实是跟八智女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是把这一片部件，你看到没有，这边部件它是可以往下折进去的，折进去之后的话呢它这里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在这儿。那这个时候呢请记得它是用个咬合的方式把它给咬上去，在这个时候呢先把它用力的往上推上去，让它这个密合度达到一个最好之后，再把这个部件呢给往下放下来到这儿。那原则上的话呢这个龙腿的话呢你先不管它也没关系，因为变成龙腿之后你完全知道该怎么去调整啊，或者是你可以偷偷作弊看一下，你看到没有，这个方向这是左腿的一个外侧啊，那就是把这个偷胶处给转到内侧，其实你大概这样想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一侧一样啊，把这个部件往上抬起来，抬起来之后的话呢到这儿，然后把这个部件往下翻下来，翻下来的目的呢是让这里做一个结合啊，这个地方呢请一定要尽量的让它做密合一点，越密合越好，再把这个腿给放下来啊。各位还是强调一下，主要是这个关节处你转到这个方向就对了。再来呢把这个两手的话呢继续的往上面举上去，让它完成一个真正的八智女的一个起手式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卡扣把它松开，在这里龙头的后颈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卡扣，这里把它给松开。这个时候呢这个造型你应该看得更清楚了啊、把这个龙头的话先往前翻一点好了，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可以从这儿把它给挑出来。这里两侧看到没有，两侧本来有两个凸啊，它就是我一开始解开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把它给这个部件翻上来，这个部件翻上来之后呢从这儿扣上去，把它的一个人形的头呢就做好一个掩蔽了。接下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形的腿理论上要收进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做一个腰转180度，看到没有，这一带部件肤色就更完整了。腿部要做什么准备呢，把这个部件给打开，然后呢这个脚后跟给缩进去，这里也是一样，脚后跟缩进去，这个部件给打开。接下来的话呢要跟各位讲解的就是它的腿部跟身体的话呢一共有六个结合卡扣啊，左右边各三个。首先的话呢是这个地方膝盖这里一个，膝盖要扣到这个，然后这里有一个凸它要扣进这里，以及最后的这个脚掌这里有个凸它要扣到最后面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实际扣给各位看一下了啊。那在扣的时候呢这个脚的话呢是要这样子，有点像打断膝盖一样的一个超级的一个反折，而且也没有多超级了啊，就这样子。然后的话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先从第一个扣下去，再扣中间这个，看到没有，一样可以塞进去啊，看不到也无所谓，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脚的话呢一样的继续的往上推上来到这边，
把它给卡进去了，那么这一侧的变形就 OK 了。那另外一侧的变形呢，当然也是一样的，我们就这样，主要是要把这个番茄这个部件给塞到肚子里头去了啊，这里一样的，整个的给翻出来之后，把这个腿的话往上面翻上去，来一个一个开始合，从这个地方，那合另外一侧脚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不好合，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个肚子里头呢，已经有一部分呢被占据了啊。你也可以呢，如果说你要省得麻烦的话呢，你也啊这个地方可能外摆内收，你要稍微转一下。好，你也哎外摆内收，再把它给转进来一点。好，你也可以先扣里面那一层，无所谓，反正呢就是把这六个卡扣呢都给扣上就对了。那你就靠着这个外摆内收啊，这些关节啊什么的，去把它给扣到一个定位。好，全部都扣上了啊。OK， 到这。然后龙的这个手的话呢，你看到有个偷胶啊，偷胶当然是把它藏起来了啊，就这样。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是可以转动的，放下来。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龙爪的话呢，你再给它自己做一个调整。这个就是我说的啊，不需要去照说明书上面去折那个人形的手啊，因为龙的爪子呢该怎么动啊，其实该怎么摆，各位是完全知道的。最后就是非常简单的。啊，段尾先剥取吧，好，剥取完了 ，OK。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可以把它给扣上去，非常简单的一个。啊，那扣的时候的话呢，好像没有特定方向吧？你扣这样，不对，它只有一个方向 ，OK， 它有防呆的 ，OK。那么呢，这款这个魔龙勇士的一个迅猛龙形态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个头很大啊，这个 V 级的这个金刚王看一下。两者的一个身高尺寸 OK， 高度差不多，但这个长度的话呢，这个尾巴是很长的，那是以可动度来讲的话呢，可能比较一般啊。首先的话，它的头部左右是不能转动的，它只有这个牙齿的不对，嘴巴可以张开，张开之后里面有血红色的一个舌头，眼睛的话呢还算蛮活灵活现的吧啊。身上的肤色啊，皮肤的颜色，鳞片的刻画，以这个玩具 V 级来说，现在来讲是做的还可以。尾巴的话没有可动，非常可惜。这一代是一个曝光比较多的地方啊，这样呢，所以这个合会啊、说明书啊什么的，都是给你这个镜头啊，它绝对不会让你看到这个镜头啊。但是我们是良心节目啊，肯定要让你看最丑的地方啊，最丑的地方都这样，你都能接受，那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不对？那腿的可动也是比较可惜，它的腿其实这一代是没有可动的啊，这一代一旦扣紧之后啊，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转环余地的，只能够前后动，还有这个脚踝，当然这个脚趾也是可以动的。那这个手腕的话呢是比较有意思啊，手腕的可动是手的可动比我想象来的好啊，这里可以转动，这里可以平举，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但是手永远是摆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我看朋友比的啊，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是给你比一个敬礼的动作啊，就是给你行敬礼的一个，看起来蛮呆萌的 OK。 或者是说呢觉得他头很痛啊怎么样，就是偏头痛啊或怎么样啊OK 吧，你是一个 Q 版的一个家伙啊，头不能转是真的是比较可惜的。正面来看的话，就是人形的腿啊什么的啊，那小毛病还是有，但是变形的乐趣度，这个逻辑性还是比较强啊。一个V 级的玩具来说的话呢，做的还算可以啦，绝对有变形金刚全盛时期啊，也就是09年时期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的水准，绝对是有的啊。那 OK 吧，那就利用今天的话呢，跟大家分享这一款王国系列第二波推出的 Voyage Class 的魔龙勇士，相当不赖的一款作品。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